1.6 归区光明巷土石流建房。六龟分局今日14:37受强降雨影响，六龟区光明巷32号发生土石流，立即通报易保所及警备队赶赴现场协助撤离民众。至地安公安置，目前撤离7人，无人员受困，全员平安。六龟分局呼吁，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易生塌方。落实道路状况难以掌握，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，令警方除加强警备外，加强辖区灾情查报，必要时进行交通管制。六龟分局关心您。